什么东西？啊？头发先给我。你没有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我笑东京哦。楼下没有谁，楼下动静哦。啊，楼下没有谁，为什么有声音？啊，楼下动静哦。楼下有什么声音？来，听谁？滚下！我刚回来。楼下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东西啊。楼下为什么一直有声音？没有声音啊。还有臭味，还有臭味跑出来了。刚回来的声音。那是你进到地下室打开，如果你不打开，我们就要破门了。可以吗？可是我没有钥匙。嗯，开门。谁在楼下？快出来！都是没有在用，里面都是。把门先关起来。到。可以把门锁起来。对，有。开了。开开。把脚歪一下。还有没有两锁？摄影机。谢谢。一个。好，超多。对啊，咖啡包。这是分装袋。这分装袋。这都分好，这分好的。